这深山之中，竟有一座庭院，早已无人居住了吧？我看看如何进去。 门无法推开，或许青衣就在那边，我们一起上。 小心他的剑！ 斩断这门锁，就可以开门，让他们进来了。 马不能进入室内，没有路通往池塘对面，怎么办呢？我和你从室内绕过去看看，再想办法带马过去。
亭台楼榭，机关重重，很像青衣楼。你去过青衣楼？是，我记不太清原委，只冥冥中有些印象，我去过青衣楼。那地方有曲折的回廊和雕梁画栋的亭阁，一点。可我知道，那里与我家不一样。他说：“青衣，你认识我父亲吗？他也是青衣楼的人。”不要多想，青衣楼不是什么好地方。我们走。我站在这里，或许对你有些帮助。我去对面寻个合适的物件过来换你。
如何带马过来呢？我们去前面的亭子里看看。石桥升起来了，我回去牵马。我在这里等你。看来要两边石台都被压住，门才会打开。院内只有一个木柜可用，或许要去门外找找。
前方似有巨石挡住了去路，我在附近找找，会有办法的。荷花绽开了，现在我可以借助荷花跳到对面。Thank you.